二零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星期二，欢迎收看光明新闻通，我是光明 AI 主播。诈骗手法千奇百怪，可是再怎样罕见，在我国也应该不曾发生后买金借种的诈骗手法吧？这不是一种在外国很普遍的借金代孕，而是一名自称为富商的白富美妻子，在脸书征求精子以受孕，若成功怀孕，还附借金人一百万令吉的酬劳。若您是脸书见到这名征金女子的照片。 肯定惊为天人，可是马华公共服务及投诉部主任拿督斯里张天赐就怀疑非真人，而是老千盗用别人照片为诱饵。根据这起诈骗案的四十九岁男施主说，他是在在网络上看到买金借种生子的广告，对方还说只要做爱到成功受孕，就能获一百万令吉巨额酬劳。这名男子就因此坠入陷阱，最终没见到白富美，反倒平白损失两万五千令吉。李先生表示。 他看到广告后，又点击了有关广告。随后，一名自称来自新加坡的三十四岁女子陈慧茹联系他，双方也互换了照片。对方还称赞他看来成熟稳重且绅士。之后，该女子透过语音不断游说他，包括借金生子的所有支出和酒店钱都由他来承担。只要他在四十八小时内签署了合约，就能得到三十万令吉定金，而他只需先付一千令吉诚意费。 以是对有关交易负责任的态度。李先生今日在记者会现场也主动公开了该女子的语音讯息，女子声音听来略显生硬及呆板，似乎更像是 AI 声尾技术的效果。李先生指出，该女子随后便传送了一名律师的联系给他，该自称律师者则透过 WhatsApp 发送了一份合约要他签署，内容全是以中文书写，阐明一旦女方成功自然受孕后。 他便可获一百万令吉报酬。根据合约内容，女方会先支付首笔三十万令吉定金，待受孕后就会支付剩余的七十万令吉。寻疾若女方无法一次就受孕，该怎么办？李先生则说，双方就会一直尝试下去，直到怀上宝宝并到医院验证为止。他坦诚，该名女子的照片确实貌美，不过他最初是秉住助人的心态去借精生子，没想到会坠入骗局。李先生说。 他在取得对方三十万令吉定金前，该名自称律师者就以各种理由要求他先进行汇款，包括五千令吉律师费、三千令吉国际认证费及其他手续费、税务费等。他在两个星期内总共汇了两万五千令吉。然而，对方律师随后又开口要他再支付三万令吉的手续费，声称只要汇款了，就会马上把三十万令吉定金汇入他的银行户口。 这也让事主开始感觉不对劲。李先生表示，尽管陆续汇款了多笔款项，但由始至终都未见过该名女子的本尊。自己曾尝试拨打视讯电话给对方，但都被他以不同理由拒绝。他声称，至今仍未去警局报案，而家人也完全对此事不知情。召开记者会的目的，旨在揭发这类新的诈骗手段，警惕其他民众误上当。T K M 看过这起买金借种的诈骗新闻后。 让我们来关心另一起社会新闻。首席药剂师林恩妮今日提醒消费者，市面上廉价的血压计泛滥，恐引发健康隐患及带来反效果，民众需谨慎选用。他发文告提及，血压监测的设备是由卫生部医疗器材管理局监管，只有获得该局批准证书的设备才可在市场上销售，每台价格一般介于一百令吉至三百令吉之间。可是最近有一段热门视频。 一名医生对一些低至十五令吉、轻易从网上购入的劣质血压计感到担忧。他声称，使用未经认证的健康监测设备，不但显示不准确的读数，更可能导致潜在公共健康危机，导致患者对其血压水平产生错误认知，从而在没专业医疗指导的情况下，错误地调整药物剂量。他强调，该药剂行一直在关注网络电商平台上泛滥的廉价、未经认证的血压计。 并提醒民众在购买健康监测设备时，无论是线上亦或实体店面，都要保持警惕。文告说，若民众对血压计是否已注册或认证存疑，可在卫生部医疗器材管理局官网查询，或可把血压计带到附近社区药局检查。非法标模多最近又死灰复燃，在昨日，霹雳州警方在一项行动中，也将一百三十五名包括中学生的标模多手一网打尽。针对标模多非法活动， 吉达州总警长拿督费索今日呼吁民众，一旦在路上发现飙车党或有非法改装行为，请立即拍下照片并通知警方，警方将根据掌握的线索资料直接上门捉人。费索今日在记者会上指出，吉达警方根据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，在获得停令后，把今年内所有被充公的1412件摩多或其他交通工具的改装零件直接销毁。他表示。 目前已指示州内各景区总部及相关部门留意，避免非法改装行为继续危及年轻人及其他道路使用者。他也相信，只要大家通力合作，必能减少非法改装行为导致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。今天的光明新闻通就给大家带来以上几则新闻，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见。